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也不是把它解决掉。哎，小心，那边很多。帮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。OK， 着了，后挡可以。金怪，金怪。金怪，我看到了。我刚复活了，已经不用被击毙。哎，好吧。啊、哦、对啊、哦、对哦，怎么一到都是金的？因为是挑困难啊。他们在上面。啊、哦，金怪死了！还有一只。金怪被火力压制，打不到。还有一只金怪哦。还有你们在那边，我补不到你们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有敌人出来了，我来了。人家那边怪兽我看不到。死掉了吗？死了。哎，我老拿一个绿色的，我走回去拿一下。我没有绿色的，所以都不是我打的。哎，你刚刚不是才狙掉几个人吗？可是那个应该是狙掉过来。来看一下你有没有那个，我好像有点迷路了。有没有装备箱啊？这边没有。没有看到。等一下，如果那个火焰金刚过来爬这个梯子上去，然后就看有谁在那边想要到那个高处那边狙击。对，都可以啊。现在还没有火焰金刚吧？他晚一点。Warning, 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. 我先闪了。你站在那。跟熊一样到上面去好了。喂，你要直接走过去吗？敌人很多哎。还有金的，赏你们一颗。哎，把怪都逮到我身上来了！啊，我死掉了！我来了。挡住我了！哇，这边都是火力。熊先躲一下。我怎么这么快就没子弹了？我来了，金怪！哪里？金怪！楼上金怪，楼上金怪。
哎，我倒了。哎，你现在还……等一下，你不要回来，你不要回来。哦，我也死了。没关系，剩下不要死就好。上面有人哦。兄弟在下面吗？对，我在下面。他那边小心哦。哦，哇！哎呀，我被包围了！先救我，先救我，先救我！别放弃，我倒数快结束了。你还是先等所有人都复活，你再前进好了。OK。因为这个玩法像 CS 一样，假如这是全军覆没的话，就会失败。等一下，我们重整，再前进。啊，我看到熊了。弹药箱补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弹药箱。弹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要补一下。弹药箱好像在上一个地方。是吗？嗯。好吧，那就算了。我玩久了。应该不远吧？哎，辛巴，等一下。我们还没过去。我们想要补弹药。可能要跑回去吧，不然快没子弹了。我只剩下五十发，一半。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。我只要道具而已，没有什么，一把经典 AK47而已。不晓得这还防不防火。这边有东西，你们不拿吗？有枪哎、欸，蓝色武器。哎、欸，我要去。你怎么上去的？爬上去了。啊，我看到楼梯了。他没有脏哦。对。重装背包。我拿到是经典 AK。我反背心。最起码可以把机关枪救好，干嘛给我这把子弹少的武器？我也要补一下子弹。好啊。头扫一下，还剩下几个人？扫不到，哎，扫不到，太远了。可是我现在看到箭头是三只金的，一只紫的。等一下，地面的先冲进去，然后上面的。那先让狙击手上去。要有人吸火力上去比较安全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这里在哪？这边。这里。好，冲吧。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。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边。那远一点。他们在那边。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。啊，人跑出来了。等我有机会，我就发动攻击哦。哎，救兵！救兵！攻击！攻击！哦，我掉了，我在哪里？我把它射掉。
小心，快死了！我刚刚冷却之后，我还没有办法堵你。哎、欸，好耶！行动了，我们来，小心。行，我们撤下去。我都不相信那个子弹打那个赢不过那个火焰枪。子，哎，其他敌人你们都杀掉了。为什么有一个敌人他好像卡住了，然后一直震动？哈哈。啊，我们关键的继电器跑去哪？那么我去找小心再提啊！我觉得那个用推的好像还比较快一点。哦，我记得每拿一个都会有敌人出来，你确定都没了吗？没了，没应该没了吧？我们已经打那么多波了。下去喽！啊！这里不是那个火焰金刚接下来要出会出现的人，要出现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盾牌和那个火，哎、欸，把它拿走啊！装备捡走，这也是不能捡东西的，应该要捡走啊、哦！那么好，放在这里给我们用。如果坦克有火焰枪的话，感觉就超强的。烧到别人就要排控场。这一次装备收获量好像比较少。哎，等一下，熊还没好。那边有个，我可以用把它狙掉。那个人是我们要救的吗？是吗？你已经到那个了吗？对啊。快完了。等一下。Hang on a second。狙击手第一波可以躲这。第二波躲这。那我来不及，我觉得往后。OK， get the work in the control room now。这里对都是门，我不能太过去。啊，我知道哪里了。第一波从右边门出来。是你那个门吗？不是。不是放在那边。我猜三迪台风，三迪不是海绵宝宝的朋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具体的缺点就是看不到你们的血量。你们准备来了。无法重生的地区。被发现了，可恶！跑！哦，我还是躲三秒了，太高的话好像也会被打中。其实你躲那里不错，我还可以医到你。可是这样我又被打中啊！好啊，他们躲高处了。跳下来了，跳下来了。他去哪里了？他躲在后面。我到那个后面，后面。可恶，没有击到。好，准备换位置。
放袜子，等一下要从门那边出来。有很多斧头啊。啊，都没动，可恶！我要先把那个拿枪的干掉。啊，斧头都在我后面。小旭，干掉了。没关系，他找的是我。我已经帮你报仇了。他好蠢哦，他完全就没有玩我们，就在从我们旁边经过哎。因为我的那个仇恨值很高。他躲在那个地方。死了。啊，这些是从哪里啊？再来是从那个电梯哦。我们对面这个门。快冲过来啊！我知道会危险，你还没死哎！坚守啊 ！OK， 再一个。去前面收那个手榴弹哥，小心手榴弹。很爽。我说离太近了。等一下是电梯咯。就是在动的那个，再下来。攻击力三分吧。王出海喽。你快小心！你好危险！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冲上去了，你们小心！哦，我这边绝对是出不去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往上走，十一秒，我跑了。快快快！最后再一次怎么一直跑？爆的好！我把附近的敌人干掉，你们撑着点。哦，我怎么被烧了？他追我，他追我，趁机帮我打他一下。好，你赶快逃就好。他也补子弹，他也补子弹了。哦，是他那个瓦斯桶，是他瓦斯桶。分散他的注意力啊！弹药用尽，九。回去啊！赶快趁现在补一补。我丢一个闪光哦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他距离太长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！啊，我。兄弟，后面有人爬，有一个人过来。后面那个瓦斯桶有点太硬了吧？超硬的、啊，打不破。哪门子的瓦斯桶啊？他现在不是弹。光打快没了。他侧面有个那个手榴弹的，可以打。好，爆了。快快快！破甲了，破甲了。去死！去死！他打我哎、欸！啊！他打我哎、欸！我真正的炸弹已经用尽了。我们滚去上一层，
等一下不要在电梯里面丢炸弹哦，之前那样子电梯就坏了。有没有这么无聊？九百啊！电梯坏了会怎样？电梯坏了我们就出不去了。真的？真的啊。那我们可以在敌人来之前把电梯炸掉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它叫什么年代的？那个燃烧弹，应该没有东西了吧？好好奇哦，我可以炸一个吗？可以不要？不要。这样我们要重不重打、欸？等下在关台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子弹了哎、欸。没差吧？等一下不是没有敌人吗？一堆白色的。拆除大队，我捡到一个成就。拆除大队，那不打到一些电桩？那都没有东西吗？我是早没有看到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他电梯只有一台啊、哦！你把电梯坏了怎么办？小心压脚！哈哈哈！不会真的坏了吧？电梯不是都不能跳？等一下门没开，我们就GG。啊，有来有开。来炸炸看吗？东西已满了。你怎么这么好？走这个楼梯下去吧。没事啊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